啊，今天到了瑶池金色。瑶池金色庙虽然小，但是它的坛城非常庄严。啊，也有光显现出来，也有这个佛光啊，显真正的佛光显现在这里。那么主持呢，他刚刚有提到这个，他个人要灌顶一个很猛力的一个超度法，很猛很力的超度法。那我今天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超度法。这个超度法，我们生活中超度是很有名的哈、哦，很有名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牵示法，密教的这个牵示法。密教牵示法是非常重要的，你修行到相应了，你就可以用牵示法。没有相应，你不要用牵示法。有一个就是光印牵示法，光印牵示法是有相应的人才用光印牵示法，没有相应的人不可以用光印牵示法。提到超度啊，我就讲到人，那人是有生必有死。有生必有死。我每天呢、啊，我跟大家讲过，我每天都在练习如何死，每天在练习这个如何离开你这个肉体，每天都要练，每天晚上，我讲过这个睡觉、睡眠。死亡跟禅定三个方法是一样的。如何睡眠，如何死亡，如何禅定，其实 这三个方法是一样的。我每天都在练习死亡。我讲一个这个死亡的笑话，说这个小华跟他的老师请假，那请假要有理由啊，那么他的理由栏他就填了四个字，他拿给老师看，老师一看，他上面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要出兵。老师就讲说，你要出兵，那就是你死亡啊，你才要出兵啊。他说不是啦，是我阿公啊，是我阿公死了，那个我要跟着阿公出兵，这样子，阿公出兵。那我要跟着这个孙子要跟着去。老师说你写我要出兵是错的，你去改一下好了。这个学生啊，小华回去以后在想，要改什么呢？很难写呀、啊，写阿公出兵是阿公的事啊，不是他的事、啊。那怎么写呢？就想了想，想了半天，终于又想出四个字了。啊，这个理由栏，老师再拿来一看，他写着说：“我要陪葬。”我要陪葬。
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其实很有道理啊。那个学生想出来是，我要陪我的阿峰出殡，他要埋葬，所以埋葬就是出殡嘛，出殡埋葬，那我要陪他去，所以他写我要陪葬。这个是死亡的笑话吧。观音千世法在密教里面呢，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你修到相应，你请你的本尊下来，这个相应不简单啦。如果你相应来做观音千世法，就很容易的。我在做观音千世法，五分钟不到，有时候几分钟不到我就做了。我请他下来的时候啊，第一个，我先把这个死掉的人躺在这里，我先用金啊跟火把它清净，啊，念清净咒。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南无萨满多摩多那吽多罗多罗帝毗娑哈。好，先清净了，把这个尸体先清净，然后结一个指头，结一指，就一个指头而已啊。眼睛一闭，观想虚空中的智慧本尊下降。你的本尊是谁？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下降；瑶池金母，瑶池金母就下降；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就下降。请他下降。你如果有相应的，你只要持他的咒。嗡阿弥陀佛，持他的咒，观想他，持他的咒，观想他，阿弥陀佛，他有这个若吉，啊，中央有一个红色的若吉，旁边有卷起来的法吉，这双耳下垂，佛耳。佛的眉，佛的眼睛，佛的鼻子，佛的嘴，佛头，佛的万字，佛身，佛的手，佛的脚，佛踩着莲花，他的这只手也持着莲花，这一只手这个接引的印，观想清楚。我每天做地藏王菩萨的观想，阿弥陀佛的观想，瑶池金母的观想，大威德金刚的观想，请大威德金刚 ，Om Yamadaka Om Pe， 请他，那请他来呢？他从虚空中下降，周身是佛。独雄大威德，我请独雄大威德，他的这个牛的角、牛的面、牛的三眼、牛的双眼、牛的单眼，他的利牙，他的右手，他的右手持嘎巴拉，他本身的这个左手。拿着夜刀，啊，弯刀。他的脚，一只脚稍微倾斜，一只脚稍微斜向那边，披着虎皮，周身蓝色，周围全部红色的火。你要观想得很清楚啊！这一观想清楚啊，一念他的咒，你。
本身有跟它相应的，它很快就下降。下降在哪里？在你的手指上，你可以看见它，你的手指上就已经显现它的形象在那里，显现它的形象在那里，你可以看得见，它跟你相应。然后呢，这个指头啊，指着这个王者的这个天窍的地方，念了一句、啊：“开天门。”念了一句、啊：“闭地缚。”把地缚闭起来，塞人道，指鬼路。阻止鬼路，然后再点他的两个眼睛，他的两个鼻孔，他的双耳，他的嘴，他的脐轮，他的两个密轮跟他的肛门，通通都塞住，只有天窍打开。会的人观音千世法就是这样子就行啊，他天窍打开，这个鬼门也给他塞住了，人道也塞住了啊，这个开天门闭地缚，地狱恶鬼畜生三个门都给他塞住了，地狱恶鬼畜生人道都塞住了，只剩下一个天窍，它可以走。这个就是观音千世法，密教有这个法，碰到师尊的，算他运好，算他有缘，算他有因缘可以往生净土。如果你没有相应，你说观音千世法。师尊已经讲过了，就这样啊。开天门，闭地缚，塞人道，阻鬼路。好了，太来气，唰，成了。但是这个指头啊，没有光，怎么叫做光运千世啊？这个光啊，能够开天门啊，闭地户，塞人道，阻鬼路啊。你这个指头没有光，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指头而已，你怎么能够做？所以观音千世法就是这样子，一刹那之间把这个灵魂就给他超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玛哈双明佛。这个就是超度了，马上超度就成了。所以相应很重要，密教的相应很重要。你不要说哦去请了、啊、好了这个富豪他的一个亲人死了，他请了这个50个僧人来念经，他每天听听看看听听看看哇唱啊念啊，对不对？这个炉啊，那个炉香站的炉啊，咯字念那么久，我已经把它超度了。念7天。
七七四十九天